杨洋死了，什么感觉？说话，什么感觉？我也没想到。什么叫没想到？我只是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绑架计划谁定的呀？是不是你啊？ 是不是？是，你一个人绑的呀？还有贺文俊，那个时候在车上，他也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除了绑洋洋这个小孩，还绑过几个？没了。曹可欣呢？我认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照片在你家放着，你他妈逗我呢？那是贺文俊他们干的，我真的没有看过。 他只是把他藏在我家而已。绑洋洋是你第一次，有人逼你吗？后面也没逼你。他只是说，每个人都有第一次。你们谁做决定？ 都是贺文俊，全都是贺文俊的意思啊。反正我们这么多年做的事情，都是他说了算。这些事情，袁晓东有参与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不愿意。贺文俊的死跟你有关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当时你在哪儿？车坏了，我修车去了。 然后呢？然后等我回去，贺文俊就出事了，就袁晓东拿着枪，屋子里都是血，然后他就拿枪指着我让我滚，我也吓坏了。那个时候袁晓东满眼通红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被逼急了。你们之后有联系吗？ 你看你清楚现在情况吗？有必要帮他打掩护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你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？好几年前了吧，柯文俊的，帮我们打架认识的。为什么打架？ 初二的时候，我们认识那会儿，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，突然就被人叫出去了，也没说什么，反正就把我打了一顿。打完跟我们说，下次我们要是再考年级前50呢，就还打我们。对方都什么人啊？就。 街上的小混混吗？为什么不让你们好好考试啊？后来知道了，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的女孩就只喜欢成绩好的嘛，尤其像梁静秋这样的女生。反正后来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有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过吗？都跟老师说过。 没有，袁晓东他爸妈在外地嘛，我就更不用说。反正之后我们考试就不敢填答案了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？三个月吧。然后就认识贺文俊，哦，他真是个不要命的人，他是我见过最扛打的人。 他们那个时候叫他浩南哥，就《古惑仔》里面那个陈浩南。有一次，他就带着一帮人帮我们跟那些人打架，之后那些人就再也不敢惹我们了。然后我们就跟着何文俊了。
反正成绩也回不去了，高中也没考上，就约着考了个职高。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？6年前，当时多大？快19了。说说你们在贵州偷车的事情。为什么偷车啊？就那个时候有毒瘾嘛。你应该认得我吧？来，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天晚上，我们当时，我就只是想偷辆车回临川。怎么样啊？开了吗，上面？起来，起来，看两人。在偷车吧，打个电话吧，这又不是。问你呢，干什么呢？现在怎么搞？上车。之后呢？之后我们就开车去了一个山谷。带你来没点屁用。庆哥，他还活着。起来。那埋了算了。先把他留着，还有用。去。
把那个男的先卖了。去啊！是贺文俊把我关在山洞里的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埋了人，三个人是分头跑的。贺文俊带着你们，袁晓东直接去的长沙，我是自己回的临川。所以他把我带去那儿之后发生什么，你也不知道。他只是说你跑了。那个埋人的地方你还记得吗？在哪儿？应该就是这儿附近。想清楚再说，到底哪儿？走。是这儿。你确定是在这儿吗？应该是这里。那那天是晚上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不要给我们耍花样，明白吗？你记得有条河呢吗？那
姚军说他当时被吓傻了，只知道在这边，但具体位置。说你记得吗？大概位置在这儿，他在一个大河旁边。河呢？河呢？河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这儿。那天是袁晓东带过来的，我真记不清了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要跟你说一下。2015年之前，袁晓东一直住在老城区的星星公寓。但是2015年3月，你们从玉兴路搬到光明路长青小区的时候，袁晓东也从星星公寓搬到光明路的安置小区。2017年2月初，你分居后从长青小区搬到了这儿。紧接着3月份，袁晓东从光明路的安置小区搬到了对面，他一直在你家附近，应该不是巧合。光明路的长青小区在这儿，安置小区在这儿，春城国际在这儿，光明路的安置小区在这儿，他们中间都只隔了一条马路。袁晓东家里的东西我们都反复确认过了，没有与你相关的任何物品，录音、文字、照片啥都没有，唯一就找到了一个望远镜。他应该一直在暗中监视，我怀疑也跟5年前贵州的事有关。姚军呢？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袁晓东干过这事儿，他以为林队5年前的去世了。林队，指挥中心那边查到了梁静秋的一些行车记录，发现了一些疑点。梁静秋之前说1号晚上杨洋出事之后，他就一直在帮袁晓东处理他的尸体，之后2号、3号一直在家里休息，但是出城高速方向却拍到了梁静秋的车2号晚上离开过临川。2号晚上，庙会那天，对，收费站那边有拍到吗？刚打过电话，他们说已经查到了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发过来了。好了，马上，快点。来了，具体时间应该是。梁静秋的车有收费口的吗？应该有。袁晓东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确定是2号晚上的？这都标着呢，2号晚上7:48。
错不了。可是袁晓东那天晚上八点和任静在交换赎金啊。当晚交换赎金的人不是他。袁晓东不在，姚军跑了，难道还有其他人？没错，还有一个人。二号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在家。我问过你室友了，他说你十一点才回来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老家。乡下。确定吗？二号晚上7:50到8:32，你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，跟谁打电话？袁晓东吗？当时你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梁静秋，我调查过了，你在学校的时候获得过2次长跑亚军，还跑过1次半马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们？2号晚上8点到9点，你到底在哪？在老街。做什么？去交换杨洋那30万赎金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是你？袁晓东逼你了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自愿的。对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散你们的注意力，小东才有机会离开。他当时在哪？高速路上。所以你们一直通电话，他要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，是吗？按照你说的再给任静打电话，对吗？你那天穿了什么？小童的一身黑色。过程中发生了什么？我撞了你一下，然后我把事先准备好贺文群的鞋弄在了附近的地上。你冒这么大风险纯粹是为了掩护袁晓东吗？他现在去哪儿了？何静。去干嘛？他杀了人了，必须得赶紧跑。那为什么3号的时候他又回来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不知道？就因为他回来，我们还大吵了一架。我做了这么多，贺文君死了，姚军跑了，杨洋也不在了。他明明有机会可以一走了之的，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还要回来。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知不知道当时我们有可能会向你开枪？真的，我知道。每次我受委屈的时候，替我出头的是他；我做错事情，替我背锅的是他。我爸离世，我妈离开，我丢工作，我被前男友背叛，所有事。能陪我的只有他。就算那天晚上我真的出事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他这些年做过些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但是小东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是那个小东，他一点都没有变过。他杀人了，他犯法了。如果你想帮他，就应该早就阻止他了，而不是看着他越陷越深。你现在是在帮他吗？如果有的选，谁又愿意这样呢？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。我说了不知道。他怎么可能不告诉你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只说他去了外地，但具体去哪儿我不知道。他怎么走的？从哪儿走的？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联系人？不知道。难道你们以后就不打算见面了是吗？你觉得我能信你吗？这么多年，他一直跟踪我，
一直住在我家附近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扯。没事吧？我不知道，整件事情都是错的，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全都不对。你冷静点，我们慢慢来。你只是想尽快找到袁晓东，尽快找到你爸，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清楚。慢慢来，你当了解真真相的时候，我都抓不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洋洋，洋洋，
喂，小敏，到局里了吗？对，我刚到呢，怎么了？帮我查一下宋河街往天福路方向的信号。什么时候的？一号下午5点。到晚上，看看梁静秋的车有没有经过这。好，我现在就查。怎么样？喂，林队，梁金秋的车的确有经过顺和街。几点？下午6:13。洋洋在车上吗？林队，这里的监控都看不清楚。好，你稍等啊。再帮我查一下天府大道农商银行对面的监控。这么早啊，赵一哥，查什么东西？监控。谁的呀？梁静秋的车。小敏，怎么样？林队，我还没查到呢。你再查一下左转方向，永和超市那边。好。怎么样？林队这边监控太多了，还没查到。我等你，你尽快。那行，我来想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赵伟。怎么样？查到了，梁静秋的车在下午6:22确实经过永和超市门口，副驾上正是洋洋。我知道了。
起故事书，真相在渐渐模糊，像冬天晴片起了雾，想挣脱束缚，又陷入逃不开的桎梏。世人都有错误，却不是都渴望宽恕。每个人寻觅的幸福，藏匿在灯火阑珊处，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，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。等到惩罚被解除，才知生命本痛苦。这城市喧哗的末路，只残留安静的孤独。谁知道这场薄命的演出，只是身不由己的欲度。用尽全身解数，始终走不出迷